大家有什么不满就尽管冲我来，我做的所有坏事三王子都是不知道的。好，就冲你来。看着你有种魔力，是我看着你微笑，就像在六月的雨季，我看见彩虹的光影。我可以把爱变成糖果送给你，就让它赖在你的手心里，陪着你，因为你是唯一。像耳边的呼吸，不管现在未来时空里，等你开口说我愿意。是件严肃的事，首先我给大家讲讲选友好大使的规则。待会儿两位殿下会依次上台和大家见面。殿下，你一定会赢的。首先有请二殿下。下面我就来说说对于这次幻月国来访形式上的问题。对于幻月国，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兵制敌。幻月国虽然与我们毗邻，但是同时我们也与星辰国还有海宿国交界。以上就是我想说的。怎么说的这么有道理，大家还是不听呢？啊，一定是因为他们不是专业人士。收得好，收得好，大家鼓掌。有请三殿下。大家好，小翅膀，小翅膀，小翅膀，我们都是小翅膀，我们都是小翅膀，谢谢大家，都是小翅膀，都是你的小翅膀。现在，我需要你们全部都安静，可以吗？嗯。我认为，幻月国此次来访，更应该展示一下我们楚勋国人民的风貌，比如像诸位漂亮的夫人。以上呢，是我一些简单的想法，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好，谢谢。
表二王子涂思成的是橙色的橙子，代表三王子涂思义的是白色的翅膀，请大家选择所支持者的代表物品，高举起来！你们翅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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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大家慢着，不要做小翅膀。大家认出这女人是谁了吗？她就作恶多端的三王妃啊，大家知道了吗？半年前就在此地，她骑了匹马横冲直撞，让我瘸了条腿，竟然直接跑了。王公贵族就可以如此放肆吗？还我腿来，我都可以赔偿你。三王妃就是那个布匹店把她想要的布匹卖出去，就开始陷害别人，让别人坐牢的那个三王妃吗？我倒是想起来了，就是三王妃干的。对，就是他，就是他。这个人啊，蛇蝎心肠，怎么不会找一个王皮囊？竟然看上这三王子跟他在一起，大家不要小题大做。我听说三王子素来与三王妃势不两立，也许他也是受害者。对呀、啊、对呀、啊，三王子可能也想休掉他呢。有这么说，这也有可能是啊。三王子，三王子，我来了。快走，先别管我。三王子，看谁敢碰我的人！大家看，三王子是包庇这坏女人的，谁还敢狡辩？对呀、啊，我们支持二王子。大家有什么不满就尽管冲我来，我做的所有坏事，三王子都是不知道的。好，就冲你来。都是我拖累了殿下，对不起。现在让二王子当了友好大使。如果没有你，我也走不到今天。我永远不会觉得是你在拖累我。但确实是因为以前的我做了好多坏事。和你现在已经不一样，你已经不是从前的你了。为什么这样你还愿意相信我？不知道，可能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是会相信你的。前段时间委屈你了，这次你在朝上的操作，我一开始确实是摸不着头脑。不过我这一想，这是做得漂亮啊！一方面假装帮涂思义，而另外一方面又故意暴露自己的身份。祝我夺得友好大使一职，精彩啊！是吧？我知道这波操作比较复杂，所以先做了再通报，没关系吧？当然没问题了。经过这一次，你我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更加的亲密无间呢。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按兵不动。我现在已经是友好大使了，父王的寿辰就要到了，如今这可是重中之重，我得回去好好忙着幻月国接待仪式，接待做好了，父王自然会对我另眼相看。你呢，就留在三王帝身边，盯紧他的一举一动。放心吧，二王子。
我肯定不会让你好好接待的。You are so handsome. You are so smart. Thank you very much. Kawaii ne. Forever.二殿下，屠司仪，今日你就不用负责迎接了，你负责记录来宾礼品。王兄，这是书写大臣做的事情。殿下，这个事有臣做便可，不用麻烦。这轮到你说话吗？现在，本王是友好大使，我觉得书写大臣胜任不了，但是屠司仪你能。哎哎，王兄，啊啊！啊！王兄，一切以大局为重。对呀，王帝，一切以大局为重。好，我信。啊！哎，看，哎，请进。半月国的国王跟千叶公主到。想必这位就是二王子殿下，这是小女慕容千月，这位就是千月公主。二殿下，来里面请。千月，千月，哎，那位是？我好像。看见我一个朋友啊，朋友，莫非公主认识我三弟？三殿下，屠司仪原来是三殿下。他呀，他不过就是个书写大臣。三殿下，女儿，你认识三殿下？换吧。是，女儿与三殿下萍水相逢，结下缘分，如今再见，真是太好了。千叶姑娘原来是幻月国公主。还请三殿下谅解，月儿独自在外，多有不便，并不是刻意隐瞒。没关系，我们都有苦衷，本王不是也隐瞒了身份？那我们这就算扯平了，你不怪我了？不怪。真想不到月儿跟三殿下还有如此渊源。三殿下一表人才，做事亲力亲为，不假手他人，真是有怜爱臣民之心呐。不错，不错。贺王过奖了，我们就不要在此处寒暄了，一路奔波劳累，先进去稍事休息。请。对。岂有此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居然让你做书写大臣，那明天的回礼宴呢？你干嘛？我负责派发礼品，他负责主持，
那些外国人的名字又长又难念，现在估计苦练着呢。他不会外文，你行不就得了？我行。你还记得字怎么写吗？屠思义啊，屠思义，你可要好好感谢我以前劝你开拓亚洲市场。屠思义，你가마라구이해해있니당연하지누구나알아두겠지사와디카사와디카아나다와와다시와아이시데이마스가뭐지롱아이시데로요이그수자这样真的可以吗？明天在众大臣面前一个屁都放不出来，那才叫惨。哎呀，姑娘家的说什么屎尿屁？就你话多，我身手好，等会你躲在我后头别出声。这么重要的名单一定放在二王子的房间，我们进去找找。嗯，这么顺利？真的要这样吗？张蕊蕊，你在哪里啊？殿下，我听人说两个人都蒙着眼睛玩，最刺激了。等我们在黑暗中找到彼此，随便你处置。蕊蕊啊，你可真会玩。这样，生孩子的几率比较大哟。殿下。瑞瑞，你想摸哪呀？哎，啊！你乱摸呀！娘！我抓到你了！各位贵宾远道而来，风尘仆仆，朕今天特设回礼宴，来感谢大家的拳拳心意。对了，朕，千叶公主是幻月国的公主。成儿，我的白绫起作用了。王子殿下真是别出心裁，宣读名单之前还给我们表演了个戏法，真是神乎其神。二王子殿下，表演完了，请开始宣读名单吧。我们欢迎乌木什么啊 ，V 的悟空，殿下，现在到你表演的时间了。父皇，还是由儿臣来念吧。来自雅北的大使，
韩国可是文文考卷上进春赐龙霄剑 Forever 来自哈鲁亚的大使我为娘引入为中国干党为难可知有机我看赐瑶琴一把还有最后一位幻月国国王亲自来为父皇贺寿是我们楚兴国的荣幸感谢楚兴国王幻王客气了三殿下你辛苦了擦擦汗吧三殿下一表人才又精通各国语言真是楚兴国的骄傲看三殿下与千月公主真是郎才与貌巧啊可惜三殿下已经有了三王妃不然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什么玩意会不会说话成儿你看你干的好事儿儿臣也不知道礼品单会突然着火呀、啊、还敢狡辩今日若不是你王帝出面解围楚兴国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儿臣知错起来吧谢父皇从即刻起友好大使由义儿接任义儿朕很期待你的表现呀儿臣定不负父皇所托王嫂你别晃了你晃得我都晕了是啊王妃你自己不晕吗晕我回来了殿下怎么样见到友好大使还不赶快行礼你成功了为了庆祝一下我决定亲自下厨王妃日夜操劳我看还是不必了不操了操劳王嫂上次煮了个土豆我王兄拉了三天操劳不操劳三天我带了点点心、嗯、菜马上就好了等我一下啊土豆好啦啊王妃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都说了不会烧菜就不要烧你看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了吗脸上很黑哦脸上很黑千月公主缘何来府上一聚啊跟各位一场相识又再次重逢还没机会找各位一叙正好这几天又忙完了各种礼仪之事就来找三殿下还有大家啦千月公主有心了沈大夫还一直提起你可惜不知道你来上山采药去了要不我们出去吃王妃都已经把菜做好了还是在家吃吧算了我们还是出去外面吃吧不用了难得我来一次三王府我可以做一些幻月国的菜给你们尝尝啊哎对了我今天还给殿下带了一些幻月国的糕点你们都吃了吗吃了挺好吃的本王带你去厨房吧好三殿下这个是幻月国另一款很好吃的糕点您要不试试王妃上次煮的土豆不熟害得我生病了三天这次在不熟的问题上解决得很好你的用心本王都看得见
不好了，殿下，出大事了。什么事儿？我们宴请的乐师在昨天进宫的路上遇到了山贼，全部被打断了惯用手，可能没有办法参加皇上寿宴表演了。怎么会都被打断了惯用手呢？一定是有人捣乱。是谁干的？我们都心知肚明，可是又不能找他出来对质。可是表演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难道现在要改？改就改，我们自己找乐师。可时间来不及了，真儿的意思是，包在我身上。薛皇大人觐见。你确信要找他们？没错，让宫中这些人组成一个乐团，毕竟在宫中，二王子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他们做什么。你看，这些太监每天宣人觐见，嗓子调得那么高，唱起高音来肯定非常好听。真的假的？宣大理寺王大人觐见。节奏感上佳，可以用来打鼓。你看，控制火候的同时，还能控制音律，高手在民间。可以自制乐器，把音乐和医学合二为一，掌握每根线微妙的波动变化，可以使用拨弦的乐器。真儿，你说我们拉拢了二三十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我怕有些忙不过来呀。放心吧，虽然我不懂音乐，但是我可以帮你组织啊，你尽管提出想法就好了。殿下，王妃。千叶公主，你怎么在这儿？早听闻这明绿园风景优雅秀丽，特意来逛一逛。对了，不知殿下的乐师找得如何了？千叶公主不用麻烦了，我们已经找到乐师了。对呀，我们找到了新的乐团，现在正要去看他们。那真是太好了。月儿对音律也略懂一二，可否允许我一起去帮个忙呢？好啊。真儿，我们正好缺人手，不如就让千叶公主一起去帮忙吧。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去。他怎么总能那么凑巧的出现？哎，你这个第二小节的音不准，你再试一下。殿下，你都教了一上午了，快喝点糖水润润喉吧。谢谢长。苏太医，你这个拿琴的手法不对。殿下。这样是不是更好？殿下，千月公主，我给你们准备了些糖水。谢谢侄儿，你先放在那边吧，辛苦了。苏太医，您得拿出宫中号脉的精准度来感受这个音色。压弦稍微有点力，这个音色就不同了。殿下，再不喝糖水就凉了。三殿下说的对，苏太医，我们这次演奏的曲子十分简单，你只用记住刚刚殿下教你的那几个位置就好了。好你个屠四爷，居然跟别的女生有说有笑的。难道我就要吃不懂音乐的亏吗？哼！就因为我不是娱乐圈的，就要看着他跟别人成双成对吗？哼！嗯？怎么有个这么现代的瓶子？我是肖恩，刚刚没来得及告诉您非常重要的事，所以给你丢了这个漂流瓶。有一个提示啊，游戏的男女主角只要成功结成伴侣，就能快速登机，你们就可以出来了。记住，女主角的名字叫慕容千月。慕
千月。原剧情里，慕容千月和屠思印是伴侣。在下再多出十两。我知道了，我是个反派，但是我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屠思印爱上了我，所以屠思印心中的慕容千月活活被掰成了白脸婊。如果没有我的存在，屠思印将会和慕容千月在一起，一步一步的成为太子，完成任务。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努力全都是往反方向吗？难道我要做的是要把我的男朋友推向另一个女人吗？不。千月公主，谁更像女主角？肯定是慕容千月公主啊！哎，要不本王给真人买个礼物？哎，我陪你去，也许能给你点意见。天眼镜，你可以直接问问。如果屠思意和慕容千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我的天眼镜！哎呀，这儿，我从没见过王兄这么兴奋，一定有什么好消息。不是。祝你生日